雄联盟。是长官。敌军一会儿我们就笑他们啊，游戏得笑着玩。这把好像是打蓝枪，我带的魔抗上当了。体型并不能说明一切。积木，积木啊，应该带护甲的。就魔抗，即使不是38，它也是能玩。但是护甲19确实有点低了。体型并不能说明。整装待发。我已经跟草丛融为一体了。嘚儿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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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哎呦我操，给我枪毙了。你看这就是没带护甲，正常要是带护甲应该就打过了，我估计。这蓝枪一级跟积木打，积木打不过呀，这也太低的了。谁送飞机了？谢谢那谁的飞机啊，不是飞机啊，饭卡。要迅捷。为什么要贴脸？那他贴我脸，我也没办法呀。他非得跟我脸对脸，我也没办法。没事啊，吃一堑长一智。我去前面看看路。人生就是要不停的学习。兜，他也依旧是一个弟弟，没有关系。兜。兜兜兜兜，打扮的不学了，嗯，兜兜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这个穷途末路没有皮孩可挺难躲呀。哎，这波，这一波这个蓝枪，不行啊，好像打不死。要打的话，能差一点血，就是我一个平 A 接个扣，他能剩一丝丝血，一点点血。我们也回家。有情况。嗯，先来个皮孩吧。他出的是萃取，没啥攻击力，其实。整装待发。药你都不带、啊、是不是有点太瞧不起人了？这兜兜兜兜，哎呀，
这咋的呀？啊？要迅疾！这操作有问题呀！哎，这个逼咋这么狂呢？他他妈这点血，他敢往我脸上溢！我操！你给我打死他！你今天不给我打死他，你就对不起我。你二速还在薅着，你不给我点死他，你给我点死他，还行啊，薅着。太狂了！这点破皮血往我脸上溢。刚才鼠标可能出现了点问题，没点到他人儿。我去前面探探路。狂什么？你有什么好狂的？啊，技能不是智能施法可不行啊！我操！这得回家。刚才有点盐，我们有点盐，他没有点盐的时候，我们没杀了他。下一波他有点盐，能爆发有点高，就不一定能扛得住。猴哥单杀开皇帝，你也干别的啊！我怕你把房子卖了，我可受不了。到时候再整个新闻呀，某某主播直播曾有损友把房子卖了开皇帝，以导致家破人亡啊，这样的主播咋咋地咋咋地，我受不了，可别这样啊。蓝枪咋没了呢？掉线了？那感情好啊！兜。送蓝，哎呀我天，谢谢你的蓝 buff 啊。
这行，能打多少打多少吧啊！剩下的我们就为这个光头来创造伤害就可以了啊！我要不要裸辣十字牙？这是一个问题。还是说我们先来个护臂，它虚区有点高。算了，不需要护臂，我觉得就辣十字牙其实就行。因为这个装备早除早厉害，你要晚除先出散件儿就不厉害了。走走走走，笑的，该笑了啊！是长官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Rampage. 多吃几层塔皮。谢谢蓝恋汉粉丝的一个飞机，谢谢，感谢蓝恋汉粉丝啊，谢谢。整装待发，谢谢蓝恋汉粉丝的三个飞机。你还以为是开皇帝了，我还没见过开皇帝的呢。真的，这斗鱼的皇帝真合适，我跟你们说，真是合适。这斗鱼的皇帝，你瞅瞅啊，超级皇帝！哎呦我这蓝枪，这 buff 都是你的是吧？首月开通180000，返还120000，相当于开通仅需65000，合适不？走走走走，感谢走。你说你带个红 buff， 他妈个打我都打不过。嗯，怎么跑了呢？我拿一血塔了。我给你60000，你去开去。你那是自己啥经济条件不知道吗？这不过是就是土豪的玩具。你家里一共就60000块钱，完事你拿来，你要开皇帝，那你不是有点病吗？来个沙漏着吧，先出个1000，叫积木，无敌了，兄弟们，无敌了！谁的一血塔呀？是我的吗？开皇帝的钱买个车买个房，你还要买房，你买个厕所吧你。
还买房呢，车是肯定不买的，买车，买车车掉价，车这种东西不太行，不保值。当然你也得看卖的买的是什么车。走走走，干嘛呢？我去前面看看路。笑他，那肯定得笑他呀，必须得笑他，太装了，不他装什么玩意儿呢？能打死吗？嘚儿嘚儿，哈哈哈。是我炮车是吧，薅着没关系啊，但是这波薅着啊，我给他点个赞。走走走走走走，死了蓝枪一个，哎没死这蓝枪。他还敢往前走，是真是胆儿有点大啊，这小子胆儿是真大，这胆子。先来个沙漏，把药卖了，我们来个杀人接着。薅着其实有点坏我事儿，你知道不？这薅着，薅着不来，他们家队友就不能来。他们家队友一不来，我就单杀这蓝枪。你薅着一来，这蓝枪我没杀了，挺烦人。这薅着。怎么的？你要单打峡谷先锋啊？哎呦我，可以啊，我就找找你的。正在报告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Kill. 有红 buff 吧？哎呦，你干哈呢？走走走走走走，你说他老装什么玩意儿了呢？你他妈玩个游戏不能好好玩吗？你老装什么逼呢？你说你跑不行就非得要回头啊，就非得装个逼。哎呀，快速拔枪，终极爆弹，你又菜。你要真是行，你是个飞客那倒也行。有信息，跟我学的，我可不的啊，我可稳健，我跟你说。哇，大发明家有点东西啊，大发明家这不是交闪好了，这不是没交闪，这大发明家打我有点痛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Shut down. 闪呢，我寻我死不了，我寻我这么多血他俩应该打不死我。哎，我为什么没出神话呀？我这个没装啊，我可跑了，我可一直跑的，我连头都没回。
只是我们死了，这也没办法。整装待发。打蛤蟆去了。嗯，算了，不追了，我就不叫闪追他了。正在报告。大发明家得杀两波了，这大发明家有点厉害呀。是长官。像我们这种英雄也就单带了，他积木。哎呦哇，漂亮！那蓝枪上哪去了？有情况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有性别。你那大夫他装什么玩意儿？上来呼我脸，一套技能往上甩，他妈都没掉血。整装待发。我看有雷，嗯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别这样！叮！啊！我有雷，我有雷，我有雷，我有地雷，我有那个小蜂蜜，薅着，薅着杀戮了，薅着 ，OK， 薅着，再给我踩个雷来。我的妈呀！踩，哎呀，这个雷摆的就有点瑕疵了。这个雷没踩到，属实是不太应该。戒指就算了吧，戒指不亏呀，戒指才350块钱。戒指是赚的，上路不带了，我们去带下路去。叮了，走走，哎呦，痛痛痛！那小黄毛有装备的啊。在我拥有沙漏的情况下，小黄毛能打我如此的痛，我说实话，我有点害怕。正在报告。要打团了。小带一波啊，黑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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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杀大头，先杀大头，走走走走，怎么大头这么肉吗？这大头，我靠，好勾，但是但是这没法上啊，啊！走！哎呀！叮！哎呀！哎呀！走呗！哎，走呗，走呗！小黄毛上当了。回家。
苦，蓝林汉的苦楚。你为什么要打一下那个龙？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非得碰他一下龙？你碰他干嘛？我没有血了，刚才没血了。先打个蓝棒。哎呦，25层美甲窃魂卷，大头儿子有点打不动啊。我跟你们说，一般普通的人啊，我们打的话，就是基本上不是除了那个大头就都死了，因为他们没啥魔抗。那大头还有魔抗，关键那大头还有个女妖。把这台已经杀了，往后撤呀，兄弟呀！这可不行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你可小心点。没事，这小黄毛不太敢上。哎呦我！我们家只有泰坦能上，知道吗？这会二换二有啥好投降的呢？二换二投啥呀？先出法穿吧，来个法穿接猫去。你敢在这儿打大龙吗？我先把那女妖破了，撇个雷进去，左边也得来点雷，左边他放往这儿放吧。这波我们带上啊，嗯，这波我们带上，队友全部带下，我们带上。是长官。有迅捷。我不敢去呀。我右边我没法去，哎我操！我就知道我去不了，我那右边指定有人。还行，龙是我们。啊哈！别了，不行了。漂亮。我就感觉到右边好像不对劲儿，你知道吧？我就一直在等，等了半天。什么太监？那玩积木不得给你配点积木的声音吗？有迅捷。
玩什么，我们得像什么。是长官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敬业。哎，我的！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，我只能这么说，啊，小伙子们，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。等等等等，有人吗？没人拆塔了。直接隐身。等等等等等。上高地。不管他们，直接上高地。等会等会叮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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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踩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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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眼3043哎呀，差个猫的！借着换猫的，现在换不了啊！借着撇了吧，撇了换个大棒子。大棒子60法强，2500差500，我们这波出门打个1000块钱应该没啥问题吧？有情况。大头有这么猛吗？啊！叮！这哪能行啊？宝地掉了呀！差50块钱，我们下一波得带中，队友带上吧，可以出个750马币加伤害的，这没用啊，750马币加伤害，哎，能不能杀他一回？你们，那光头为什么去打大炮台呀？你就拿自己生命给他换了，是不是也是赚的？这大光头真是不太行啊！我们现在这雷就随便放了，看看这小黄毛能不能杀了啊？差不多了。我应该能把小黄毛杀了。我去前面探探路。
继续带了吗？大龙应该没了吧？哎，怎么都死了呀？没事，他不继续带了，我看看能不能把兵线推过去拖他们一会儿。赶紧隐身，别动！这波过来逮我来了啊！别动！哎呦我操！940！要我说你们快走，要我说你俩快走，打不过。这怎么还双线操作呢？那俩人去打大龙，俩人去打小龙，我天哪，还来波双线。赶紧回家，赶紧回家，家守不住了，赶紧回家，赶紧回家，光头别死，清兵线，清线，清线，清兵线。哎，你说那大头连个沙漏都没有，那薅着打不死那大头吗？嗯，随便来一波呀。来了，他们都推不了了，没关系。偷偷偷大头啊！杀大头，杀大头，可以！杀蓝枪一波，拿下！哎呦，杀米拉！大头不出沙漏就是个败笔，我跟你们说。老司机，我没上车。我去前面探探路。能拆不？能拆下来不？一波，拿下！这就别杀人了，拉倒吧。